来，不知道大家刚才有没有看这个大疆新品的发布会，就是今天刚上市的 Mavic Mini 2。然后呢，这一代 Mavic Mini 2，我不知道有没有很多朋友会想入手啊。那具体的话，它有很多方面的一个改进。那比如说它的这个画质升高到了 4K 24和30帧的这样一个帧率，那另外的话还可以图传到了10公里，同样用的是这个 Mavic Air 2的这个 OcuSync 2.0 这个技术。另外抗风到5级啊，就是你在天上飞的时候就不会出现这个 Mavic Mini 1的这个情况，就比如说抵不住风，然后会提醒你这个强风警告的这个问题。基本上看来这些功能都非常的友好了，就是相对于这样一个价钱的话，但是如果你对比这个 Mavic Air 2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可以提高的地方，毕竟它的 4K 画质里面没有做到这个60帧每秒的这样一个帧率，还是没有加入这个 D-Cine-like 的这个颜色输出模式啊。然后最后的话呢，还是这个很主要的这个避障的这个前后避障的这个功能还是没有加进去，这个让人有一点点意外，可能也是为了这个控制重量的这个原因啊。那另外的话，这款设备的话入手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它还是在249克，那249克来说的话，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话，它的这个 limit， 它这个限定的这个重量是在250克，没有达到的话，你不需要注册，也不需要做考试，那对于就是平时生活中飞行的话会比较友好一点。那你会去入手吗？